我们都知道倭瓜会在场中反复横跳，那么在它反复横跳时，橄榄能推走它吗？假如你要保护的危险之物被魔法师变成了绵羊，僵尸还能吃掉它吗？玉米加农炮需要两个鸽子才能种下，有什么办法让它只占用一个鸽子呢？下期再见，拜拜溜。